接近中昼的时间，居民将手边的工课过一段落，就纷纷来到这个所在集合。有人将家己种的蔬菜摘来，有人切一半肉，也有居民摘来家己做的手工面线。大家做伙准备中昼要共进午餐。我的信，这些人固定这咯，工课做用就伫遮，算做一工课做一段落啦。大菜拢家的，我唔捌去青菜，唔捌去买啦。有时间买肉啦，买鱼买肉安尼尔。我来当乡里的居民感情一向真好。二十年前开始，因着共同做伙食饭，大家无私心，一人炸一挂食材，结合做伙就是一道真澎湃的午餐。啊，主要我是得食较新鲜，负担较重啦。算家己，种什么就提什么来煮什么食安尼啦。大家省省啊，尔，大家休闲的时间，大家嘿，大家谈散一下。大家合作啊。这包括迄春节嘛，是一年都。不过要做伙食饭省钱，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代志。居民来讲，这是大家拢无私心，才有法度维持落去。记者陈雅玲采访报道。